哎，阿君，哦，这都是你传的哦。是啊。<laughs> 哦，你对爸爸妈妈真好着安尼啊！哎，奇怪呢，今仔敢是什么好日子，还是你妈妈生日？ 应该拢不是啦，哈！哎，不过当然啦，阮朋友还袂来，你袂当偷食。啊，哦，等下恁朋友要来啊？是女朋友哦。哈哈哈！查甫的，阮之前公司合作熟识，啊，查甫嫁变来啊？开玩笑的啦！是讲，你当时才当找一个女朋友，甲带转来厝的，互我甲恁妈妈先甲看一下。 你暗时仔，你妈妈是安尼足丢机的呢。知啦，知啦。哎，水某哩，哎呦，你这，那食食火锅，食火锅，啊，恁囝吼特别甲你传了，哦，足澎湃的，来来来。哎，我搁有代志要出门啊，我白话，恁白家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啊，即马拢是暗时啊，你是要搁走去堆风骚啦？什么你风骚啦？我是要替钱买堆哦，买一个限量包包，迄全台湾拢七十个，无较早去的啦。妈。 我甲你拜托好不好？莫你爸去当初对夫人，我唔是叫你离开远的。好、哦，我这是为你好嘞。啊，钱唔实在，就济有款有势，贵夫人的，因凊彩替你介绍一款豪门千金，你一定会当结婚到二十年。哦，你真正是足拼死的呢，哈、啊！ 安尼为着要拍入去迄个富太太吼，因的这个社交圈啦吼，啊，逐工男士替伊安尼吼，赶皮包啦吼，手机铃车啦，都、就是安尼安排什么的 party 啦吼，像长啦，你行足济平间的吼，嗯，讲什么啊？若是无家己亲身来行吼，是无够诚意啊。嗯，恁爸仔囝唔捌啊，遐有钱人太太哦，一个比一个佫较敖，有的哦。 贵要做贵，都会放不了你呢。什么航拍啦，做一个好看的手工，还是画几百好看的图，因为义卖活动，迄拢是基本工啦。啊，我跟你比起来，真正跟咱龟兔赛跑，对唔袂着阵啊。至少乌龟脚踏实地走得稳。妈，算我甲你救好无？ 你莫规工对伫咧董事长夫人安尼后壁戆戆说啦，你敢知影伊安尼想的？无得家己背后甲你踢笑哦。我笑啊，无你家讲啦，即马天成集团内底，啊，董事长夫人化当向江鸿西啊，难道是对落啊听闲话呢？伊毋那是一个贵夫人哦，伊阁是一个化作坚强的企业家呢，会笑两个。 那阿伯，敢一对吧？搁再讲，迄拢是为了恁的。对啦，我根本无需要你安尼为我好，好不好？而且哦，恁根本唔知影伊是啥啊。若是知影，绝对互伊气甲昏昏去啦。等下，你讲即句话啥物意思？敢讲因为伊未来场，嗯，有啥物事，我甲你妈妈唔知影的身份了。阮朋友来啊，等下。 你来啊！你来啊！你来啊！欢迎啦！啊，是阮冠军的朋友哈！哎，好好交代啊，俺有代志，我先来去哈。好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注意一下哈！来来，欢迎，欢迎啦！来来来，坐坐，坐坐，坐坐。哎呀，阮冠军哦是头一摆哦，带朋友来厝的坐呢。哦，我哩安尼哦，这小年纪安尼，哦生得足将才，还佫足缘投的哦，气质真好。 嗯，啊，赵问的吼，你是咧做对一道的啊？我做媒体，即马伫咧杂志社做工课，我姓杨，阿伯，阮爸恁个熟识。我熟识恁爸爸。阮爸是当年伫咧机顶哦，开造船厂，叫杨庆良。一个少年呢，竟然就是庆良的后生，安尼伊今仔日来遮，敢会是专工要来找我算账的？ 哦，你是庆良的后生哦，真好真好啦！我离开基金真久啊，我难得会当拄着在地乡亲呢。哇哦，对啦，我刚刚所以也未记得讲吼，我暗时有约一个朋友要见面啦，吼，啊，这时间也差不多啊吼，安尼我等下先来去啊，啊，恁家慢慢来讲。好啦，妈，等你啦，你袂当走啦，阮朋友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请教啊。
啊，是要请教啥啦？我唔知，我啥物拢唔知影呢。阿伯，其实我拢知影，当年就是你跟阮爸合作开这造船厂，啊，不过唔知影为虾米，后来这工厂所有的这部拢是阮爸一个人去周转去承担的，甚至是工厂出去外，拢是阮爸一个人把所有的责任拢担落来。啊，像你像可能阮爸就是迄个时阵压力上大，才只是想袂开去自杀。啊，有这件代志，为什么我唔知影？迄拢过去的历史啊啦，啊唔是啥物好代志，有啥物好讲的？阿伯，对你来讲，像可能是过去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对阮娘家来讲，这是一世人无法度弥补的痛。当年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阿伯，我是真心希望你甲我讲。当年庆良去逼上哦，你莫问我啦，我只是单纯甲伊合股尔啦。迄公司的出入潲，还是讲外口周转欠潲，拢甲我无关系啦。唉，这么怪哦，嘛得怪恁爸爸伊家己的个性啦，倔强阁唔认输。哦，看人伫去造船厂趁钱，伊就想要去安尼分一碗肉汤来啉。这个代志吼，你应该去请教英辉的妈妈啦，伊应该是上了解啦。你是讲阿静哦？甲伊啥物地带啊？啊，着恁阿进一个查某人开造船厂，去抢着查某人的生意啦。啊，订单阁接袂完，庆良心肝内毋只会起怨妒。啊，伊着上看袂起查某人，伊免哪通忍受，讲拼袂过王乐仙。啊，我嘛是要甲斗三工，啊，才会去互伊安尼拖落水的。算起来吼，我是遐足冤枉的啦。阿正也袂安尼讲，迄个时阵造船厂生意遐尔好做，为什么阮爸欠遐尔侪钱？啊，阁有。为什么工人会出去话？敢是有人想要陷害伊？我已经讲过啊，吼，这我拢总无清楚啦。你莫阁问我吼，我只是单纯啊，落去安尼投资做股东尔，其他我啥物拢唔知影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我即马吼，啊，甲朋友约好啊，我有代志先出来啊吼。阿伯，拜托你，你是阮爸的合伙人，卡说连你都无法度解释清楚，那你中间有啥问题啊？我咧讲过啊，这甲我无关系嘛。哦，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？啊，无你去问迄英辉伊妈妈啦吼。这个查某人啊，伊真正足有本事的吼，确实足厉害的啦。所以阿伯，你就是老先生会知影阮爸为什么自杀？哎，你家己想嘛知，啥物人得到上大的利益，就是啥物人害死恁老爸。我安尼讲已经有够清楚啊。好啦，我有代志，我先出来吼。爸，你啊，即马到底什么情形啊？你是怀疑恁爸当年自杀跟阮爸有关系哦？我真正唔知影，因为过去即挂代志诶。你是莫胡白想啦，代志还袂摸清楚，我会继续调查，一定会甲真相找出来。着庆良呢，伊讲是毋是要来甲我讨命？还佫我佫梦着，好啊啦！啊天要光啊，鬼差拢下班啊，谁有在遐找讨命啦？你真好讲，叫你莫想啊，你佫一直想。你若是安尼乌白想，再害命啦！拢是你家己咧吓惊家己。是迄路的啊，头壳白查某，对我这么做就好啊。我就跟你讲，就算伊用庆良，死完嘛，起头一个要去找，嘛是迄大路嘛，是放荡来，变用较罕钱，佮加上用庆良，乌东乌西，加亲戚朋友借钱，最后向伊出，则佮伊选择跳海。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讲的吼，你真正感觉甲我无关系吼？啊无嘞，敢是你叫伊去跳海啊？不是啊，啊！不过我拄着人着。
管你嘛，老乡。嘿，老师吧，嘿，老师吧。啊，嘿，拢不是真的。哦，哎，这真正是在作伴哦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要继续安尼哦，日时哦白想，暗时哦白梦哦，你去甲我困客厅哦，那无我唔知倒一工会互你惊死。水某的也是你较巧啦，哈、啊！哎、欸，那讲要算账吼，嘛应该是去找迄个高山呢。你跟我什么地带对无？我这個人就是想去善良啦。你善拢你的头啦！你哦，你是戆啦！啊，迄高山之前不是因火烧船，啊，甲迄高船的代志，人来关，早已经受了报应啊！真正唔知你惊死啊！真是。好啦，困啦。香香的土。